橙子，今天是21堂钢琴课，我们今天从第38页开始。 No moon tonight。 好，准备好，3、2、1。39页你最不喜欢的那一首，加油，来。学了一个新的符号 sharp 就是往高音的方向，高半音。好，我们准备好有一个 F sharp， 3、2、1。41页，准备好，3、2、1。低音的方向，低半音，准备好了，有一个E flat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大家要好好练琴哦，拜拜。